妹妹，你可要好好的养胎。今日妹妹找姐姐前来，是想问姐姐是否知道咱们宫中有什么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傅呢？裱画师傅？不知道。以前皇上曾经给臣妾画过一幅画像，昨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找到了，就想给裱起来。皇上还会画画？该不会是那种画吧？ 画不重要，重在皇上的心意。皇上给妾身画那幅画的时候，足足让妾身做了3个时辰呢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也给姐姐画过？啊啊！哎，那种画我可没有，我向来都是拍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妹妹不知道皇上没有给姐姐画过，妹妹不是故意炫耀的，姐姐千万别误会了。妹妹放心。 我没误会，哎，小情侣嘛，相互画个画多正常啊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画啊，你可得收好了，流传出去啊，就是艳照门。艳照门，是何物？